下午5点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观众的电话将有热度曲线确实下了一个台阶，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呢，甚至达到了大到暴雨。气象台的专家说，这是热度流天气造成的。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，我是中西部还将出现类似的热对流天气，而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，东部地区受到外围台风影响，也会有降雨出现。 这次降雨不会影响全市的晴热天气，估计要到14号、15号，我是才会有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。看来呀，凉爽的天气我们还是要等上几天。 去，把出口都堵上！你去看看有没有其他出口。
家都晓得，是一座火锅的城市，到处都是火锅店。但是，很多人不晓得，重庆也是一座布满防空洞的城市，因为地底下有数都数不清的防空洞，上上下下，密密麻麻，到处都是。所以，当火锅与防空洞结合的时候，都产生了重庆最有特色的火锅店——洞子火锅。火锅店开在防空洞里头，又好吃又好耍，那个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哟。燕姐，那个是张老板。那个是我们最小的一个股东，那个生意你要是接了，绝对赚翻。你们还有一个股东，他啥时候到啊？燕姐，你给刘波打个电话，喊他搞快点。你不接都把他关了噻，你是在慎重的吗？清一色在这儿，拿钱拿钱拿钱。老子都喜欢震动。老板来车噻。你把那条整了嘛？那条听到哟。哎，可以了噻。哎，刘波。哎，洗个手，苗强。哎，安宇啊。哎，你在那条咋子？我看个兄弟伙在那边。你那个赌账好像要到期了哦。我那个火锅碗丢出去都有钱了。那要好久啊？得一个星期嘛。一个星期？一个星期23万，分钱都不能少哦。走吧，喊不喊脑壳？喊呐！算浪费25万算的话，我剩7万5，眼镜剩29000，刘波剩96000，还有请群众演员的3000还没有算。啥是群众演员哦？搞场面噻，你以为那些人真的是来吃饭的哦？哎，你之前说的是40万呢。那个龟儿又开了几家洞子火锅，面积都比我们大，每家都做了亏钱的。他说，要是我们再亏300平，他就出到40。亏钱好多钱？至少要5万。徐东，那5万块钱应该你出。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你啥子喊我出嘛？你今天说狗吃了吗？开业的时候我把钱给你，喊你把洞子打通，你不听，你要花那个钱去请个菩萨来供去，你不出菩萨出吗？请菩萨还不是为了求财？求财？财爷，开一年赔一年，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。眼镜，你说句话噻。你们两个还是把电费交了噻，每天都是我在偷电，挨家挨户都偷得差不多了。你还摆？你摆出钱来没？怎么办啦？怎么啦？在重庆的火锅店呀，比街上的出租车都还多。赚得到啥子钱嘛？你不借钱，说些啥子？你那光头娃的住院费都还没报完，哪里拿钱来借给你嘛？我凑不起了哈，莫来烟给他抽哟。你带药去哟。我跟你讲哈，要吃的话等到我回来吃哈，不要一个人偷到几年都不得吃。晓得了晓得了。走了。
来了。这李明总，刚没人就说过话吗？外公好。哦。啊。外公。啊。洗澡。洗澡。今天没扫完这些。放暑假了。放假了。我们个人搞亏钱啊。那非法哟。那是最好的办法了。没得钱的嘛。没得钱。没钱就把车卖了噻。哎呦，那个车是我婆娘送给我的，你想得出来？学生儿不是耍朋友哦。外公，都是他一个人耍的，我们都光起的。嗯。外公，你不要听他的，我还是个处男。你是个屁处男，真正处男是眼镜。乱说，早都不是。外公。刚刚开业的时候，我任房的兄弟给我开了兔子的，这上面的东子起码还有300多平。要是我们再亏300平，他就出到四折。就搁这个在口面上，我在研究兔子。你晓不晓得，眼镜儿，我去北京了。去北京？去投靠个亲戚，做工程的。鬼儿叛徒，本来也不应该把眼镜拉下水，是不该开火锅店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兄弟伙开按摩店，房子都卖了七八套了，有空我们去考察。哎呀，不要提啥子按摩店了，整了五六天了还没整完，是不是个土鸡问题？老子用屁眼担保，那个兔子绝对没得问题。老子工作挖到地雷了，眼镜上面啥子？黑漆漆的，不晓得。上来嘛，眼镜，拿我一把。眼镜，你踩到我了。快点过来！啥子？那是哪个的钱啊？关你妈是哪个的钱？起码要两三天才找得到我们店里头，到时候我们早都跑了。我外公80多岁，洗个澡都不会洗，哪个跑？跑路哪个还带外公啊？你想得出来？胆大欺龙欺虎，胆小欺你妈个宝鸡母，我们都那个岁数了，还混成那个样子。怎么着？喂，老婆，你还没睡哦？我在店里头跟刘波、眼镜说点事情。猫，我是刘波。猫猫，我眼镜儿。厉害，你相信了吗？好好，我们说事情喽。么么哒。瓜婆娘。算了。
把董母亲请我去玩好旅游。李磊，我想同我麻老虎在一起。滚滚滚滚！雷克锅都是那个洞，我们要把洞补起，都要先往里面填石头、填水泥。但是不管啷个填，最后都必须要把地面抹平了，还要放上瓷砖儿。那都行了噻。问题是，那个最后抹水泥的人，啷个从前库出去？飞吗？除非他是内部的人。要不然我们去派出所自首嘛。自首？自首点都没带了？老子不得钱。我们是北向街开火锅店的，洞子火锅儿，能搞装修。难道我的钱不香不香啊？对呀、啊，郭建仙儿。好的，今天两个人身份证又写错了，哪回事嘛？不得哟，快来！你给我看哪来的？编号一、编号二。小郭写错了。下一个。哎呦，啷个了嘛？刚才三兔给我打个电话，我们有个同学在那个地方上班。哪个同学？哪个？李同学。说普通话的于小慧儿，于小慧，你把冰箱弄得一股中药味，我们还用不用了？不会有味道的，我每次放进去的时候都包好几层保鲜膜。是药三分毒，你这个有毒的东西怎么能跟我的甜品放一块呢？这怎么会有毒呢？这是我爸爸喝的中药。这个冰箱谁都可以用，但就是你不能用。人家小张的爸爸是谁，你的爸爸又是谁啊？要是没有他爸公司的存款流量，储蓄部能完成每个月的指标吗？单位里那么多人，你何必非要跟他过不去？我没有跟他过不去，我的中药就是要在家熬好了，每天带到单位来。说的不是中药的事儿。于小慧，你为什么不给人家的资信证明签字啊？那是因为他资质不全，这是单位的规矩啊。知道这是单位的规矩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办事情能不能稍微的变通一下？怎么变通啊？变通啊，这个还要我来怎么教你啊？行了，你先出去忙吧。几个咋事儿？你那个烂火锅店转得啷个样了吗？差不多嘛。拿到钱都是拿到钱，没拿到钱都是没拿到钱。啥子叫差不多？马上多两天。两天，老子要看到钱，到时候不要说老子没提醒你哦。放心嘛，两天。
刘波，我是李小慧，十八中的同学。我在旁边的理财上班。创业板才够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旁边是一家理财的吗？对。哎，我们开个火锅店，晚上一起吃个饭吗？还有徐东跟燕姐一起，我把名片给你哈。你们三个现在还在一块儿呢？啊，不会是我们三个一起开的，不见不散了。好，说好了啊。打给我哈。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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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干了哈。你们啷个不喝嘞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以前我们搞组合的时候，三个人喝翻别个死一个，什么白的啤的一起整。来，豆包，你们以前那个组合叫啥子名字？记不到了，名字太哈了。本来有个很洋气的英文名字，结果后来都喊我们沙坪坝草蜢。沙坪坝草蜢。来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李小慧，你今天跟刘伯碰到也是缘分哟，老同学，感情深，我们三个闷一个。跟于小慧有啥子嘛？我觉得我们沙坪坝草蜢应该一起喝一杯。你喝多了？我没有喝多。来，我先干了。刘伯，你跟于小慧喝一个嘛？来，小慧。于小慧，我帮你喝。你不要再喝了，胖哥。去搞装修。要装啥子？还装修啥子嘛？生意做得好生生的，为啥子转行啊？本来都是副业，无所谓，想做就做，不做算就好。对头，你们是副业，就我把那个火锅店当成主业。一天到晚在外面潇洒打麻将，好吧，把吊丢给我，我人好，生意做不下去了，还在老同学面前演戏，好臊皮哦。演啥子戏哦？没有演戏，演戏的都是喝多了。你先送一小会儿走嘛，走。哎，人家说的对头，是演戏噻，说这啥子嘛？小伙儿，我们见面也是商量好了的，我们只是想请你帮个忙，我们确实没办法的了。
喂，等会儿啊，喂，没有没有，没有我早就欠了，打死吧，慢慢过来啊，慢慢过来。来了好久了，刚刚到。我帮你们想了一个计划。前两天上面下来一个文件，说老城区30年以上的盐库必须在今年之内完成检测和硬件升级。我们单位就是其中的一家。前两天我联系了一个安保公司，过几天他们就来。先给单位的前库做一个空间测绘。李叔说过，让拆毁那个人帮不动了。我是想，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变成测绘员。反正单位又不知道测绘的人是谁，信息资料都是从邮。
哎，李波，你同学来了。谢老总，好帅的哟。哎，志哥，有事情出去耍，啊？哎，来，那我们出去耍去了。好，没事再来看你。没事没事。啊。老子最讨厌扯谎失败，三年过后再看不到钱，老子都把你和你屋里那个老头一起从那边甩下去。我没关系，有事找我噻。你吼锤子吼，有脾气你把钱还了再吼噻。要不早点还钱，保你全家安全。我都跟你说过好多回了，喊你不要去跟那些社会上的人两个来往，你都是不听。今天打了脑壳，明天呢，不晓得你是缺手还是断脚的。咋子嘛？借点钱。要啥子东西啊？不要闹嘛，我在给刘波打电话。打你妹呀、啊！你下班就喊他饿。我去考察，刘波和我一起去的，不行你问他嘛。哎，都啥子时候了，你还在借钱？你借那么多钱，你还不还得起嘛？看你呀、啊，跟你老汉一模一样，早晚呀死在外头的，我跟你说，多拿钱刘波。回来了，你要去北京吗？还有两天。李总，走之前我们吃顿火锅嘛？要得，我来弄嘛。那今晚回去吗？这儿我来扫。没事，少喝点酒。啊，上回你借给我那个黄色的包包我拿回来了，都放到桌子上了，你记得起啊。蹲死啊！没说话。那钱是我借的哈，第二张要全部还回去。你一辈子找，我说不打就不打了哈。啊，要得。哎，你们莫那么紧张嘛。那个暗号还记得了噻？媳妇，你们那个刘兄弟是做啥子生意的哦？第二个是开火锅店的。现在都开了好几家分店了哈。哎，刚。哎呀，今天收起了个屁呀。啥子？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我走嘛。让回来。好了的嘛。哎，等等我哈儿回来。要不然你生意来好着呢。要回来啊。哎，是不是找他发去了哦？哪个可能嘛？我暗号都还没开始打的嘛。走啊！
哎呀，只要是你再得是我来了。刘宝，宝，你回来了。看那个爸爸的手指没有这么大了。刚才你同学都回来的。大同学。嗯。这房子烧成这样，你妈妈和外公晚上住哪儿啊？外公住酒店啊，我在这儿就行了。失恋阵线，我把名字都记错了，只记得你们那时候老在校工厂里排练吧？认识了我们的小工厂啊。咱们上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放学我一个人回家，刚走到校门口，被一个小混混拿刀劫持着到校工厂里。当时特别害怕，后来听到外面有动静，我跟他说我男朋友来找我来了，他也慌了，掉头就跑了。他跑了我也没敢出去，不知道外面来的又是什么人。后来听见外面在放草蜢的歌，我就从里面悄悄地探头往外看，看到一个人跟着那个歌在跳舞。后来许东和王平川也来了，他们三个就一块跳。你说是我啊？是呗。所以才会给你写信啊。负责上你的样子了，先肯定找不到了。先欠着，回头拿别的还呗。我说的计划都记着吧。明天早上8:30，地铁站见。好。刘波。哎。这件事儿过去以后，你们三个还是好好做生意吧。十几年的老同学还在一块儿，挺不容易的。好。菜呀，两口子水呀，新鲜的老鬼呀！哦，还有菜慢慢吃。刘波，你回来了，你兄弟回来了，过来喝酒。七哥，两个来了。听说你背了一包橡皮，去跟北哥打大麻将，抽的可以噻。前天早的，别玩给老子装穷。那个事情啷个解决？七哥，事情到了自然解决的，时间还没到。时间不都是老子定的？老子想提前都提前。七哥，喝酒。你把钱拿出来，我马上喊兄弟喝酒。我没有钱的。他真的没得，没得。把身上那个包我打开看会儿。我不可能把我的包给你。你拿不拿？不拿。你拿不拿？七哥，这是不是个误会哦？弄他。啷个回事嘛？啷个回事？还用问吗？左的。爸。
放！我们现在去找钱，放回钱库还来得及。你到哪点给他找那么多钱啊？抢银行啊？哪里马上都要开门了，去抢噻。抢了以后再放回钱库帮他还钱。你好讲义气哦。那里又做了啥子？你为火锅店又做了啥子？你啥子意思？啥子意思？我们几个离屋头经济条件最好，结果每回出钱的时候你都往后面跑。刘波他是爱赌钱，但是该他出的钱他从来不赌。那鬼打洞的事情要是你出钱找正规施工队，哪个会出那些事啊？妈哟，你疯了吗？是不是还没打够？想打我？打嘛，打噻，打噻，打噻，打来个。是我做错了事？你是兄弟伙子？不是兄弟伙子，都是兄弟伙子。你是兄弟伙？操你这个兄弟！没得兄弟做了，你本来就没把我们当兄弟。好，不是兄弟了，银座是一人当，租来也好，赔钱也好，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十几年的老同学，你拿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下场？啊？看到我，看到我，看到我，我没有算啥子？你真的要钱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一直手当时我挖的钱是我拿的，掉血统只晓得挖哪个洞，不晓得挖到烟库里面了。你们暂时都不晓得，记得就好。我们都没有啥子，关键是于小慧儿。
子白天该爱开火锅店的，冻死活干儿。我为了省钱，我们搞了亏钱，没想到我的钱裤下不去了。钱裤下头，我们也不是故意的。等一会儿，哎，你好，啥子？钱裤遭抢了？哦，你说哪个钱裤啊？上新街长江巴上财富啊！哎，好，我马上来。上新街长江巴上财富，出发！哎，警长，走，快点！是不是？快点！是不是长江巴上财富？是不是？手机还有没有了？全给老子掏出来！抓着！钱裤遭抢了！啊？那为什么？警察敲钱裤，我给于小伟打电话，于小伟没接，他肯定在当屋里面。抢钱裤的晓不晓得那个动作？不可能，要是晓得的话，肯定抢火锅店了。赶紧上去救他噻！爷，在下面等到，我上去救他，一个小时不回来，你就报警，听到没得？你干啥子？你不是说走之前一起吃顿火锅的吗？等到。刚才没说清楚对吗？
我在单位工作得很不开心。你现在看到的坐在我旁边这些人，也都不是特别喜欢我。他们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生活终于要有改变了。所以我想跟他们一起拿一笔钱，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。但是今天早上，我喜欢的那个男同学跟我说，他退出了。我带你去找洞，你带上我走，钱我要一半。一半？把他们都关到钱库里吧，这样就没人妨碍我们了。你说的那个洞是不是在钱库里？洞要是在钱库里面，他们三个找我干嘛？你们俩带他们去钱库，陪我去找洞。我起来，我起来，起来，赶紧的。等会儿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坐你呢，坐进去。我有个事儿没想明白，你一直在说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和同事，那为什么还要保护他，不把他们干掉？谋财嘛，不想害命。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抢钱库的事儿，你就不怕警察一旦抓住之后连个翻供的机会都没有？你不害他们，他们也得害了你。不如这样，干脆把他们一了百了。你他妈明明就是在骗我，就是为了在救他们。这里面真的有一个洞可以出去？要是有洞也一定在钱库里。但是我这哥们刚才去了，什么都没看见，除非他也在骗我。开玩笑的，把那个女的拉过来。放开，放开他，放开，滚开，老子开枪了。鬼子，鬼子，鬼子。柳博，你啷个上来了？我来救你上。快到天谷去，眼睛下面接你们，快点走。走到前头去，走走走。不要动哈，你们两个不要动。鬼子，没发现他心脏，对不起，狗日的！他们是不是警察？不是警察，就他们几个开火锅店的。老大，下面有个洞可以出去。枪是你的吗？是我的。啊？我数一二三，你捅他一刀，他给我一枪。你不是不要管我！老子不能关灯，老子打死你，老子把打死你，我打死你。我绑
的罪犯听着，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，拒绝沟通，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。里面的罪犯听着，如果十分钟之内再不回应，五万，我那个车才没那么点钱，你在哪点儿？等到我。卡是我拿的，车我要卖了。我要去救刘波。可以，离婚可以，随便你。我最后给你说一句，那天老子真的是去考察，挂婆娘。上面人都关好了，等一下，先把他们拉下去，确定洞口能出去了再走。Yeah.
是人类的。我许东，老子在那一片也是有点名字的。老子人类道理。我严家你们再不来我都吃了哈。你们哪个？干啥子？那个火锅店还没开业是吧？好，那我改天再来吃。我真的是来吃火锅的。早知道那个样子，老子才不拼了命把包包抢回来了。包包里面装的啥子呀？钱库里面的钱。还有信，给于小慧的信也在那个包包头。人都要死了，你都不要乱说了吗？都是因为要死了，我才不得乱说。原来那个信在包包里面。那封信一直都在我那打，我也不敢拿出来，就是怕你们两个笑我。现在不怕了，反正今天都要死了。于小伙，老子都是喜欢你。小伙儿，我也喜欢你。小伙儿，我也喜欢你。老子再也不想看到你们三个了。假的，所有的枪都是假的。留个纪念吧。能不能换一个？
还能怎的说？抢老子的钱，全部给老子弄残废！这里头有把刀，刀。
我对东西，把他拿回来。刘波，想写这封信给你已经好久了，谢谢你在危险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。虽然我知道你救我是无意的，但是我相信你如果知道我在危险之中也会挺身而出的，对吗？很可惜我马上就要转学了，也许要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们才会碰到。我希望那个时候你也会喜欢上我。另外我想跟你说，可不可以不要再唱《失败者联盟》这首歌了，因为你不是一个失败者，你是我心中的英雄。
安娜，来这。安娜，这。安娜。英雄，又打领导来砍猎了。哎，我们做柳包刀子出远，也是我们新老同学火锅生意兴隆。好，啥子新老同学火锅了？哪个嘞？以前我们那点儿不是封了啥？我们想再整一个，反正老子也离婚了，以后所有的精力都能放到事业上了，眼镜也不去北京了。而且呢？那见义勇为的奖金不想发了吗？我们都拿出来，应该够了。老子好不容易将功补过的嘛，不要乱整嗦。啥是乱整嘛？上个点赔钱又不是我造成的噻。眼镜，你说是不是嘛？以前可能是我们三个八字不合，现在是四个人噻。四个人？将功补过又不止你一个人。开火锅店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。王明川和徐东都很支持，现在就看你的意见了。徐小文，你要想好哦，要是那次亏了本的话，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了哦。一辈子都一辈子嘛，翻啥子嘛？实在没得办法，你们三个都去卖噻。嗯，卖啥子啊？喊个卖哦。卖啥子啊？买糖，你们不是沙皮嘛，草蜢的嘛？扛不动了，年纪大了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就让我别太早放弃他。又忘记词了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。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，你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同样也曾经无法自拔。你说你绝不会假装潇洒，别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你可以和说成一段神话。